天，由王玉伦、阿甘、管小杰三位导演所执导的三部新片《马尔代夫遇见爱》《八仙过海》《9090奇葩派》的启动仪式在京举行。自从《泰囧》创造了票房神话后，国内众多导演也纷纷把眼光放到了国外。王玉伦所执导的《马尔代夫遇上爱》就被指有跟风之嫌。不过，现场导演王玉伦就对此说法不以为然：“不存在什么跟风不跟风吧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地方嘛。”对，所以可能大家想到那个地方，他们去，你比如说泰国，我也去泰去过很多次泰国，我也很喜欢泰国，但是我就在那里我想不到一个故事，因为所以可能我就不会在泰国去拍，也有美国也有很多电影都在泰国拍，都是这样。作为李湘的老公，王玉伦与妻子李湘一直合作默契，之前夫妻俩合作的《十全九美》也取得了不错的口碑，那么此次该片的拍摄还会使夫妻齐上阵吗？那没有，这一次因为他今年的工作很多，所以这一次就是他没有参加。优酷全娱乐周欣北京报道。